大家，我今天又来灰铁这个公园喂鸭子了。我今天带了两条那个蓝莓 bagel blueberry bagel 和一大袋的那个鸽子的鸟饲料来这边喂它们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没有很热，昨天就好热哦。昨天最高温摄氏36°C，很热。今天是还好。我很喜欢来这个公园，不过这个公园现在假日要收费，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要收费，一台车是$7。不要打架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太靠近我了，等一下咬到我。这几只在这边休息 ，take a rest。这几只都在休息，在休息当中 ，take a rest。
这只手鼠好可怜，都想输。问他不吃面，哎，他这次终于吃了。他在挑食，就没得吃了。这只不知道什么鸟，有点像乌鸦，可是比乌鸦小只。美国这边的乌鸦都超级无敌大只的。这边我觉得这边的鸟啊、鹅啊、鸭都成精了。刚刚这只鸟在树上，然后听到我们塑胶袋的声音，它就飞下来了。我看到这里有那个小只的，这个是应该是野雁吧。我想要喂它们，可是不要太靠近，因为我怕它这两只可能是它的爸妈，会不会攻击我？我把饲料撒过去，耶，它们过来吃了，哎，好可爱哦！这么小只也会吃哎，哎，你看。他爸爸妈妈就让给他们吃呢，不跟他们抢。你看我之前喂那个地方，大家是很会抢。你看我撒下去，他爸爸妈妈都让他们吃呢。The parents beg their children to eat.The one can't， 其他只不可以过来吃，他就让他的小孩吃呢。你看他不跟他们抢哎，让他的小孩吃，他顶多就是捡一两片来吃而已。我再来喂一下他们。这次爸爸妈妈就有吃了，看他们带着小孩，我就多喂他们一点。看他们带着小孩很辛苦，就多喂他们吃一些。It's a hard job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. So I feed them more food.这边可以
租脚踏车，不过只有假日的时候。以前疫情前，疫情前是每天都有，后来疫情之后有一阵子关闭了，然后后来开放了，可是开放之后只剩下假日才有。然后这边也有那个水上脚踏车，它还有独木舟。然后可是你玩这种水上活动的话，就得要穿这个救生衣。这就是加拿大鹅。我们刚刚喂的就是这个加拿大鹅啊，这边很多这个。好，刚刚我说那只有点像乌鸦的，就是这一只。不晓得这是什么。老鹰，我上次有看到老鹰吃，刚好抓到一只那个松鼠。这里是哈士奇，好可爱。这里 也会有那个小贩推那个餐车进来卖一些冰棒，然后停车场那里也有卖那种削好的水果。我很喜欢来这个公园，离我家也很近啊。你如果要租船或者是脚踏车的话，就是在这边买票。这里有价钱，我等一下拍一张照片。这个公园还算蛮安全的，因为平时人也不少，然后也都有警车会进来巡逻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公园。就算我一个人来，我也不会怕。我觉得大家假日的时候应该要多出来户外走一走，晒晒太阳，不要一整天窝在家里，因为这样子你的免疫力会下降。出来动一动，晒点太阳，对身体是比较好的哦。这里你也可以事先跟他预定场地，可以办一些活动。可以在这里烤肉，他这个好像是韩国人，这次好像是韩国人办的活动。有没有看到树上有一只老鹰？这里的老鹰好像大部分都是抓这里的松鼠，这个公园里面蛮多松鼠的。我上次来就有看到一只老鹰刚好抓到一只松鼠，老鹰站在上面看，有没有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？隔壁有那个打靶场，练习打靶。这个是公园的告示牌，一些注意事项，然后这里有说哪几种鱼可以抓，哪几种鱼不能抓，所以并不是湖里的鱼随便都可以抓的。